这是给牛带了个笼子。啊，带了牛啊，你走吧，没事。在哪去了啊？这是哪家是？顺义。哦。给他送顺义的。哦。这给牛带笼子，这怕牛吃草了。啊，这乱东西在外头，吃草了。哦，头吃了，这意思就是头吃了。啊，头吃了。啊，嗯，不是真是吃吗？你看我那腿不走，他们吃的。啊，头吃就不好好拉扯。啊，那这过了车还挂给你拉扯。嗯。嗯。哇，这是个奶牛。啊，这是算一算奶牛吧。我这还我不算真正的奶牛。啊，这车拉了不少了哦。啊，十八袋的。十八袋的，一袋100斤。啊，一千八。嗯。那说你盖房钱是干啥了？他们修房了。啊，修房。就盖新房修房了。啊，也是一个村的。一个村的，俺们接老人的。嗯。接八十来斤老人的。哦，给他们。哎呀，这还得打磨盖。嗯，给他。这是砖的呀。哦，有个夏婆婆打磨盖了。哦，这里我的没压过一个，这笼子给他好好带着了。啊，刚不用了都给他整了。啊，不用就咋了？哦。这楼上也没草呀。哦，楼上没草，没草，我这半根有草，这刚我撞起这个不停地站的。哦。啊，撞的时候他不停地站了。撞起的就是老实的新菜草，你不能撞起呀。哦。哦。啊，就给他带上了。啊，带上，这是我给他带上。嗯，这是一根别的。啊。哎呀，也手巧的了。哎，我给他制造的。啊。制造的，没俺那人的钱嘛。啊，没钱，这是自个儿别的省点。自个儿造的，拿电焊机给他戳的烂了。嗯。这后面就是你父亲。这是俺们朋友。啊。嗯。好，你慢点走啊。好。